被抓走了。软膏就是你，哦，团长跟你哥是挚友，会不会就是那时候为了哥哥而做出了不同的改变？从 LV2 东京好久了，好多谜题都未解了，好多谜题都忘记了，连东京有谁都忘记了，哭啊！どれ引きの依頼か。这礼物其实还蛮重要的，我们还是先回家送，毕竟它都可以让那边升级。给你擦杯，喝茶。眼睛会是谁？お大事にね。你时尚眼镜。傲娇。我都不知道。地图探索百分百可以回报，好啊。いいかな。では、前回から。黑嘴了。毕竟只一个小区域啊，哎呀。他谈的是大海啊，我们只是在跟他谈小区域啊。就我发现礼拜三玩的游戏记忆其实都会比较薄弱，一来就可能时间拖比较长，那二来又是直播嘛，我们还是虽然玩的是很专心，但是其实也是多少会聊一下或干嘛的，会有些分神，跟私下玩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。动刀啦！我们家的职责，
公主殿下。复仇而活，下不了手。林德海姆，父亲为你祈祷，随心所欲，踏上旅途。我会再来取他性命。梦魔手套看起来很强欸，附加混乱，去摆脱一下。亲自指导，哦。それなら。知道，还不是要过来，还是由你召唤怪物。属性的给揍别人，悪くない仕上がりだ。
では本番を始めるぞ。本番だってクリムゾン、まさか。ボスライバー、何こいつ。遺跡にいたゴーレムさんに似てますけど、しかも厄介そうですね。楽しませてくれんじゃねえか。刚好用掉。大丈夫、いけるよ。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。除了正方以外都可以。太倒了吧。哇，那个超痛哎！哎，看来是料理时间。料理总多少？哎，话说降魔用具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とっ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。いいよ。私の出番ね。疯狂复活！出番かな。行くわよ。じゃあ時間よ。任せろよ。ここは僕の出番かな。当てるよ。己の罪に焼かれ。いいんじゃない。打爆你！没了吧 ，QQ， 因为我料理没在做，该做料理了。
到达极限了。